说左边有一间白色啊的房子啊，这间叫做台西基督教会。好，基督教会已经到了。你呢？大胆主意啊！没有啦。没有。你是来从哪里？煮水饺。煮水饺。我今天要煮啥子？五十几份。五十几个。还要多少个？五十几。好，七八百，六七百颗要哦。要那么多了哟、哦？啊，教会有四五十个小朋友吗？对，五十几个。哦，这样才够嘛哈。哦，主要叫切糕。刚睡觉呢哈，我里面家呀。嗯。哦，这小朋友给他眼角酸了。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就是台西基督教会的教堂，在旁边要小朋友的一些人家赠送的电脑。那现在我们到二楼，二楼还有小班，啊。还有大班的国小学生在做客服。我们看到这一班是小班的，对，一到三年级，啊，在做客服。哎，老大。都是小朋友。我，他老师在教他们做课后辅导的工作。哦，你还带小朋友、哦？哎，好，那我们再看大班的。哦，大班是高年级，国小高年级的客户情形。嗯。哦，你们在读书哈？考五个就好了。昨天20个不用了，今天考重新再背5个就好了。对啊，就懂的。对啊。书放桌子上，你不要遮住你。拿你的书出来看啊。没书。为什么没书？我书放成一本。哎呦，你们，您在这边课班。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老师都有教你们功课啊、哦，你们功课有进步吗？有。哎，教会呢，目前呢，从四月份盖好之后到现在，大概有4个多月的时间。那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拿到了使用执照。那开始使用教会之后，这些孩子来到这个新的地方，有一个新的地方，有一个更好的环境。我们非常感谢各界给我们的支持跟帮助。那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借着这个地方成为更多弱势家庭的一个支持跟帮助，也希望让更多的孩子、更多的家长在需要的地方得到我们的支持，让他们知道是有人可以支持他们的。